啊，对，我春联怎么样？啊，送上几副春联，好啊，你的体力不错，我问问你这能力行不行？我没能力，能力可以，可以，对春联的规矩都明白，知道。那我说一个字儿的，我对一个字儿，我说俩字儿的，对，你说，我要说三个字儿的，啊，我给你对一对半，还有半个的啊，哎，咱上一对吧，咱试试啊，咱试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我说上，我对，哎，你们大伙都知道。下上边对下，哎，有上边有下边的，嗯，我说天，哎，对了，对地，你对，不是跟他们对，知道吗？你来，不是大伙帮我出主意的啊，这在这再多多一只虎，这帮比拼哪呀？比拼啊，天对地，天对地，哎，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雾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黄黄开大吉，味儿，这一套一套的呢，这多得会。我说严，有对错。言对兔啊，这个还是应该你们给他出主意。这言对兔，这怎么对不上啊？啊，油盐酱醋茶，酸甜苦辣咸，五味调和就吃上了。咱们讲究，不是讲究，是不是？我说好，我对待好对待，好好待待啊，尤其夫人，必须分出好歹。我说是，我对炮，是对炮，你知是，我摸炮，你跳马，我出军。哎呦，下开齐了，真的。哎，不能对得上。我这几个字连在一起是一对的上边。你说说，上天言好事。好，我给你对，回宫降吉祥。哎，来，过年家都贴好事。你等会儿，你刚才你不是那么对的。这你那不是那么对的。我说上。上天。啊。言好是上天言好事，我下地出代号。你哪代号去？你这还听他们的？你那半句有他们一半功劳，知道没有？上了份当，上什么当啊？不是怨念。